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攻略最后一关六，共鸣振动的归因元神振惊的应用研究已完结。活动攻略气体流向的偏转重磁激发的研究，生态波动的影响，创伤愈合的可能，光热效应的征服，共鸣振动的归因元神 4.6。振惊的应用研究的最后一关，我们积分倍率选择10倍，然后这边进来啊，进来之后呢，上班的话我们用这个班尼特、香菱、行秋加上纳维亚。如果说你这几个没有练的话，或者说你用草主、草神或者草主加行秋加这个九七刃，然后最后一个角色戴纳维亚，或者说你有夜兰、浮浮，或者说像莫娜这样的增伤辅助也是可以用的啊。班尼特、浮浮，或者说莫娜，或者说钟离，都是可以往里面带的，好吧？你自己看你有哪些角色，就总之给他带辅助就行了，好吧？然后我们这边下半的话就是三个延系角色带上去，然后最后一个角色的话你可以带钟离，也可以带宁光，或者说你带一些增伤辅助，比如说浮浮，或者说这个，或者说夜兰，或者说这个莫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，你看你有什么啊。好，这边直接开始。好，班尼特 Q， 然后香菱 QE， 然后行秋 QE， 然后最后我们切上这个纳维亚 Q，然后EE之后就驻场普攻就行了，然后你就重复这个循环。中间的话可能会有水属性的怪啊，如果是打水属性的怪的话，行秋就不放技能了，好吧？你的旅途到此为止。八之王，你的祭皮已经准备好啊。你的旅途到此为止。八之王，你的祭皮已经准备好啊。好，上半的话是打了3000多分，然后下半的话就可以随便打了。五郎 QE 了之后切荒龙一斗，然后 QE 之后呢普攻啊，普攻的过程中你可以穿插重击啊，因为这个叫什么，荒龙一斗是打重击的，然后诺亚基本上是凑数的，他基本上没伤害，好吧？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最后的话下半是打了个2000分啊，最后凑了个5000分左右。
嗯